今天说一说铁锅用的时间长了怎么保养啊？锅上火，火开到最大，把锅里面的水汽给它熬干了。我这锅好久没有保养了，你们看，看多少油渍污垢。你要是不把这些脏玩意儿给它烧干净了，炒菜的时候影响锅气，而且炒出来菜不好看，容易发黑。这里我交代一句啊，这种盖法只限于普通铁锅，家里面的不粘锅、涂层锅。 你可千万千万别这么烧，烧坏老弟可真赔不起啊！记住了，一周围都给他烧成这样式的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我再啰嗦一句啊，可千万千万千万别下手啊！你要下手的话，嘚儿就一个泡，可疼可疼了，全当可怜可怜老弟了。烧好以后，往里面添水，添水的时候也要注意啊，有通气，烫，我跟你说。等锅凉透以后，找一个用了八百年的破钢丝球，给它刷。 一周围都给它刷干净了，家里面条件好的，几点洗洁精，这就好刷了。刷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刷，一周围里里外外都给它刷干净了，看到没有？外面也是，锅底也是，不要嫌埋汰刷。这种活啊，最好是让大老爷们干，一般人可真不愿意干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拿到我的饭店，我给你刷，运费自理啊，提前说好了。这不是全面洗干净了？那啥？ 把它放到火上烧，烧热乎就行啊。烧热乎以后，给里面来一勺油，猪油最好啊。我这就不是猪油了，我这是大豆油最好啊，猪油最好。看到没有，一周围都给它转匀乎了，让锅吃透油分。锅底也是用刷子给它刷点油，注意啊，手别碰锅烫。在家里面如果有猪皮的话，用猪皮蹭也挺不错。 这不就好了吗？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，但能让你的胃满满登登，亮不亮？锃亮锃亮的，老毕了。学会的朋友也不用感谢我啊，给我点个爱心就行。下个视频说一说怎么翻锅，持续关注。